是平衡方程式。首先我们先以观察法来平衡，观察法先找出原子出现次数最少的，而且原子数不一样，铜铜，铁铁，硫硫硫，氧氧氧，只有铜跟铁左右各出现一次，因此我们用铜来计算或铁计算都可以。我们先以铜为主好了，先平衡铜，左边有一倍的铜，右边有两倍的铜，因此右边系数先设为一，所以左边系数则为二。接着我们再平衡铁，左边系数铁有两个，右边铁也两个，因此铁系数就为一。接着再平衡硫，左边这里总共有二二得四，四个硫，右边这里有一个硫，因此还差三个硫，所以需要二氧化硫三倍。最后平衡氧，对氧而言，左边这里没有氧，但右边这里总共有三一，三个氧加上三二得六，也就是氧的原子数有三加三乘二等于九，所以氧气需要为二分之九倍。然而我们不希望出现有分数，所以将说整个方程式都乘于两倍，因此答案就为4922。